有那么点意思，实际这个他太浅了。你想他接近就3000年左右了，他不可能形成的浅，那就是浅浅的一层啊，还是更深。要生硬的多了。再一个，你看这一个，你当时虽然表面打磨了啊，但是当时快速脱光留下的痕迹特点就露出来了。手工这样磨也好，用这个铜托也好，它是出现不了这种特征的啊。再一个，就这里边一点老化也没有，这种坑坑洼洼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在加工的过程中啊留下来这种。当然这个呢是经过精细打磨的，把我脱光，所以说感觉好像有老气，实际上还是不行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打磨不着的地方啊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面啊，虽然它也有光，但这个光是个贼亮的，最大的扩展就是在这个切瓷，它不是不动，做了反而画蛇添足了。